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律宾的探索者，每天带你探索菲律宾啊！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来做一期那一个街头采访，我们看看呢，问菲律宾几个问题。我跟你讲，你们是绝对感兴趣的啊！这里有两个女孩子，我们问一下，我可以采访你吗？你好。你 say yes。你有没有中国的朋友？那你都他没有中国的朋友啊？你见过的这里的中国人多吗？没有。A little bit。他说他见到了一点，但是没有中国的朋友。那么你吃过中国的食物吗？有。他们也没吃过中国的食物。那我们问一下，他对中国制造的货物是什么看法？你买过中国的制造的货物哪一些？风景车，headset， 那那么我问你以下几个品牌，你觉得哪一个不是来自于中国的 ？vivo、oppo、华为、小米。他说下面给他的显示，他讲 oppo， 他不是来自于中国。那么我们问他 oppo 来自哪里 ？oppo 来自于哪里 ？US， 雷宾 US， 美国。他刚才讲的那一个语气呢，叫做 US， 就是说，哎，美国吗？他心中其实还是有点疑问的。那么的话呢？今天他采访就这样子，我们那一个跟他讲什么？让他，我教他一句中文，我教他一句中文啊，让他学习一下。欢迎来到菲律宾。欢迎来到菲律宾。Malakas Boses， 欢迎来到菲律宾！哈哈哈。欢迎来到菲律宾。Very good, thank you, thank you。那么呢，我们再来去多问几个，看一下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比较多的人呢，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女孩子，看一下这个女孩子，要不要？他说他有工作，他有工作，他有工作。那我们再换一个，没办法，他走路很着急啊。算了，我们再来去看看别人吧。啊，来去找一下，来去找一下。那找了很久了，都这个路上都找不到女孩子，我没办法。现在中午十二点多了，刚才呢，我看见这边有个店铺了，有那一个就是说比较漂亮的女孩子，我们进来去看一下，问问她能不能问她几个问题。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你了解中国吗？他不了解，他不了解中国。那我们问一下，他有没有中国朋友？이거면은 Chinese friend 吧。만나미？他，我问了他几个，问他有没有中国的朋友，他说就一点点。那他说没得几个，我们追根究底问一下，他有几个？伊朗 Chinese friend 几个了？他说他只有两个中国的朋友，那我们问一下，介意跟我做一个朋友吗？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是不是？那你介意跟我做一下朋友吗？他说，你看菲律宾人这么热情，问一下他几岁，不然，How old are you？ 20。哇，20岁还是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啊。我们问他，看了一下他，你知道中国歌曲的名字吗？你有没有听过中国的歌曲？他说他没听过，但是我可以给他唱一首，我跟你讲他就知道。我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你听过吗？TikTok sir， 喵喵喵喵喵。他讲他在这个国际版抖音有听过啦。那其实呢，这一首歌呢，在这里是传遍他们大街小巷，我跟你讲。我们在那个马尼拉地区了，都有这种这一种的东西了。那我们问他看一下，他有没有那一个想去中国旅游？你想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你想去中国旅游吗 ？Maybe。他说也许，其实他内心是想的，他努力赚钱，总有一天有机会的。那如果我们做朋友了，哪一天我就请他去中国旅游一下，哇，真的是非常的好。那么呢，也不好意思打扰人家太久了。那我教他说一句中国话，然后的话我们就这样子了。欢迎来到菲律宾。我爱你，我爱你。我爱你，不是我爱你。欢迎来到菲律宾。欢迎来到菲律宾。欢迎来到菲律宾。今天就像这样了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再来去找一下下一位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话，你们所想的问题绝对让你们明明白白。来，我们再来去找一下下一位。